撰文，摄影陶德。南韩以农立国，全罗南北道自古即是韩国米仓，米食文化盛行，地处灵岩与木浦交界的全罗南道农业博物馆2015年落成启用，占地宽广，崭新的馆舍规划完善，园区花木扶疏，绿草茵茵，让游客身住传统韩服，以绿树木屋为背景拍照，相当惬意。农博馆收藏全罗南道地区农具、农业刊物与稻米品种等，展馆动线规划流畅，以栩栩如生的道具布景，呈现韩国早期农业生活场景。最大旅游体验在于制作韩国手工香皂、罗甸镶嵌镜子等手工艺制作，还有韩国肉饼、年糕 DIY 体验，琳琅满目体验活动令人耳目一新。玉娇娱乐。农博馆附近灵岩 F1 赛车场是世界级赛车场，赛道单圈长度 5.615 公里，设计观众容纳数量高达13万人。赛车场紧邻出海口与灵岩湖，周边是都市计划发展区域，正规划为大型商业区，每逢周末车队齐聚竞速，游客聚在看台俯视赛车呼啸而过，另外也有重型机车竞速活动，飙速刺激程度不亚于赛车。最受大众欢迎的卡丁车体验，赛道长约 1.2 公里，价格不贵，受到大人小孩喜爱，周末假期人气沸腾。灵岩 F1 赛车场赛道融入一座韩国古代城门设计。陶德社，全罗南道农业博物馆展馆，重现韩国早期农耕生活。陶德社，全罗南道农业博物馆安排让游客只做韩国肉饼。陶德社